我来帮你们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是我的工厂，你们吃你们的。坐坐。阿姨，帮我涮一份牛肉，谢谢。我来我来。跟我家一妹妹。谁是你妹啊？哥哥，我旭东啊，咱们见过几次了，啊，而且我对你的印象特别特别好。你就跟他握个手吧，你看他手都快要伸进去了。 谢谢你啊，王总。谢谢。火锅配香槟可还行？这不是香槟，这是气泡酒。怎么这么爱喝酒啊？我喜欢喝用涮锅蘸麻酱吃。来，那我酒呢？ 哦，还有你呢，还有他呢，来，别动。来来来来来，欢迎大家。吃吧。那你话呢？为什么不买和牛啊？什么时候我买得起城堡了，我再拿和牛请你吃火锅？我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对啊。怎么不对了？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活泼。 我平时不活泼吗？你说你，我不活泼，你说我像人魔，我活泼你也不行，那你要我怎么样？哎，你先听我说，我觉得你的这种活泼啊，不是真的是假装出来的活泼，你不像我是由内而外的活泼。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是啊，这就是活泼了。对啊。我带你多动症。哎，王总，听说你也喜欢看电影啊？此生唯一挚爱比爱姑娘还爱。 当然，见到美女就不一样了。嗯，下次见到美女我会帮你传达。别闹美，严肃点。这个呢是各个公司的名片啊，你笑纳。本公司专门负责。嗯。什么项目大做什么是吧？对，最近专门攻房地产。是。那我。 我先走一个啊，赞助一个。哎，这么巧，你也喜欢玩游戏？消磨时间呗。那既然这么巧，把电话给我吧。这。 阿姨，您放那儿吧，我们自己来收拾就行。您先回去吧。不用不用。阿姨，真的，您放那儿，先回去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家里还有孩子呢。好嘞，再见啊。你也放这儿，我来弄。真没事，我洗完洗的可快了。真有事儿，我怕你洗不干净。 没有没有，你说。今天你哥又一次跟我提出分手了，这次是正式的。以前他从来没有那么正式的跟我提过，所以我一直忍着。现在他跟我说他不想再游戏人生，要积极的面对生活，所以要跟我分手。 这样你觉得是不是太可笑了？不过没关系，即使我俩分手了，也不影响我跟你的关系。我永远是你姐姐，你永远是我弟。怎么了？我老是这么晚找你，你不去陪他？ 你们俩聊得不好啊？没有。那你还不去找他，你还在这洗碗，碗又不会给你幸福。
知道了。你是担心自己被文老师拒绝？你别担心，要是我的话，我要是知道有人暗恋我十几年，我感动死了。你会吗？会呀，不过得是一个特大帅哥。那我呢？我都说得是一个特大帅哥了，你算一般帅哥。你别在这儿杵着，你快去找文老师吧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么严肃，我就不说了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以前我说话比较直，可能很伤害人。我向你赔礼道歉。哟，你这是哪一出啊？你突然这么严肃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我仗义。你有不开心的，你告诉我，我把肩膀借你靠一下，来靠吧。就是那小身子骨，我怕摔死。还洗碗呢？出去。我帮你洗啊。出去。我帮你洗洗。你洗不干净。碗能给你幸福是不是？来，帮你一起创造幸福。把他们叫醒吧，让他们再睡会儿吧。喝点什么？水。回答正确，只有水。哦，运气太好了，水都没了。嗯，渴死了。进屋看看。你小子占我便宜是不是？嗯。真睡着了。挺可爱，哎，可惜非要装什么富二代呀、啊！别，这里面放什么？肯定放着好多宝贝。当然是宝贝了，还不能让我爸看见，不然他会说我玩物丧志。是你的秘密日记吧？算是吧。哎呦喂，看看啊，考到高分院，小华帮我庆祝。到法国第一天跟小华吃饭，全是小华小华。你说你怎么就不敢去跟人家告白呢？你为什么呀？你那么喜欢他？我跟他告白过。我从我上大一开始就开始跟他告白，可他一直都是笑着拒绝我。他的理由就是他把我当做弟弟，所以我不想再让他笑着拒绝我。那你就应该认真的跟他说一次。认真的跟他说，我更害怕。如果他认真的拒绝我，我就没有希望了。那你也不应该绝望啊！你看，这里有这么多你们俩的回忆，真够专情的。这里面藏着什么故事呢？我看。别动。就不知所措，
乔飞凌是应急能力强，有年龄优势，有希望成为优秀同窗。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？